喜欢抬东西，劳动力。没有推荐啊。这样是不是要绑高一点？我们绑到顶吧。对啊，哎，这样帐篷关得起来吗？这个先大概绑一下就好，定一个位。看嘛，给你当谁来？我的一三五，我的二四六，现在经理啊，那个当谁来 ？Sorry 哦，姐姐。好可怕哦 ！Sorry 哦。我们呢，现在又要北上，回台北路上折返，为什么呢？因为，来自己讲，刚发生什么事？我在厕所的时候，把手机忘在厕所，休息在厕所。我发现的很早，就是还好你对，我们才刚开上高速公路没多久，我就发现。10分钟，但是重点是，你知道，就是高速公路的交流道不是你说下就能下的，所以我们就这样下了之后，然后现在原地折返，怎么那么呛啊？哎，我们这一次是偏雷，我这次没有，这次没有确定，是还没开始，他还没，就是等他那个明天做早餐。我的手机有挂在身上，我是不是应该买一台？而且 Mina 超他超傻的，刚刚就是经纪人拿手机给他，想说就是要寻找 iPhone 的功能。Hello， 有人忘记自己的密码哎，怎么会这样？他说我在数码，我登不进去，怎么救不了你？我后来发现是账号重置密码，谁甚至账号都打错。我们这他那个账号要小老鼠信箱，然后你打了什么？就我没有打信箱，就是小老鼠后面那一串。那你进去了吗？对，我进去了，可是它还验证码。对，它验证码传到我不认得那只手机上，我还是找不到我的手机啊。怎么办？我们要相信台湾人是善良的，因为我之前也有不见手机在餐厅的厕所里过。一样一样，也是厕所。对，是厕所。然后我们要深信，就是那女生应该都是普遍偏善良。现在我都不知道镜头现在到底在拍我还是拍谁啊？都在拍我嘛？对。不好意思，我在这厕所掉了一个手机。刚刚有来电吗？对。0906。好，帮我写一下。开心。OK， 开心上路。你刚下去的时候，你刚下去的时候呢，你的团员就说，我再来也不想要跟 Mina 一起出游了。不是，不是出游。不是说，哎，不错吗？好可怕哦，我体会。跟你出游，我们就会一整天一直在原地打转，要不然就是行程就是帮 Mina 找东西。不是，大家因为现在下雨，我觉得这一切到底有多少理由？到底下雨啊？一定是命中注定，我有点崩溃哇！我们到嘉义的时候，不然我们在山阴。善意找个那个露营区原地露营好了，好不好？我们三个挤在这里，改个目标。对，还是干脆换一个地方好了。我们也到不了嘉义耶，各位。嘉义好遥远哦。是谁的问题？到底是谁的问题？是谁？那我们现在讲一下我们今天大概的流程，就是我们今天这台三号车呢，就是要去采购。把我们车号讲出来。对啊，你就弄到上不就讲了？那么特别，而且三号车，我们是三号车哦。然后我们要准备，就是今天我们两个是大厨跟二厨，然后品还是我们今天的。他是早餐的面摊的，我们面摊的早餐是，哎，只能靠你了，因为林丹很雷。听说他完全不太会，他超废的哦。做菜，我们等一下先去采购，然后买配个，对，然后重点是，我们不知道嘉义的菜市场是几点关。等一下我们会去找一个当地的地头蛇。谁呀？就是一位当地友人，
那他会带我们去买什么？他就是帮我们介绍那些菜饭给我们。所以我们是连什么米那些都是我们要自己买哦？对啊对啊对啊，全部。他说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有，就像菜市场那样子。啊，自己抓鸡吗？没有农场，谢谢。哦，抓捕鱼，要吃鱼。太累了吧？不吃了，不吃鱼了。我们现在来假投影幕晚上的电影院看电影。对，好期待哦。其实不知道看什么电影哎，但是先来架这个。好像要过来一点，这样到时候对啊，好像这边差不多。嗯，跟我一样，谢谢。好，这个先把它打开，那个应该是要勾的吧？你可以先放地上来帮我吧。哦，我好聪明哦！天哪，这么高吗？你挂得到吗？不对啊，我们要先挂上去才可以。挂上去就拉不动了啦，那个超重。试试看嘛，你可以辅助啊，可以踩着哦。先扣上去。哦，好重哦！是这样吗？你把它拉上去，拉高，我扶着这个，我扶着这个。哎，还是这样，这样够长吗？要拉高，拉高。哇，等一下，耶，很重啊！等一下，这样还是这样，这样够吗 ？OK， 那我们把这个投影幕拉下来吧。来，晚上就可以看。小心，小心，小心，看电影喽。这个不会倒吗？有点危险哦。哦，好酷啊！好酷！以前都只有那个国小的时候帮老师拉投影幕上课而已。那拉那个很轻松哎，但这怎么？这个蛮累的，它蛮重的。偏累。讲讲。那我们晚上要看什么电影？这个是会带讨论，带讨论。好。我们终于顺利抵达嘉义了，各位观众，好感人哦！而且我们一来就放弃，超好啊！好，在我旁边这位呢，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嘉义，然后人生地不熟嘛，就特地找了一位嘉义梁朝伟来帮我们做地头的。是，欢迎欢迎欢迎！谢谢欢迎，今天要麻烦你了耶，因为我们今天要采买我们上山的所有食材，是，然后你知道。我们带的这一个，就是毕竟我们这一车叫三号车，然后全部都是令人堪忧的人，就是偏不太精明，对，所以我们可能今天要麻烦那个朝伟哥带我们到菜市场里面买我们需要的食材。没问题，没问题。OK， 好。是，对，没问题，因为制作单位已经有把你们拟好的菜单就是给我了。真的？对。所以我们制作单位对我们也是这么不放心的，对。OK， 好，算是设想蛮周到的，好不好？对，那我已经就是安排好一些。我们在地人比较常去的一些店，还有一些摊，对，那我待会一一会带你们过去采买。对，那我刚这边就是刚买虾仁，哎，冷冻的虾仁。哇，感觉这边早上应该是摆满。对，这边，然后因为他们很新鲜，所以他们大概这个时候就已经熟，差不多了。一包一百，哎，一包280。这样够吗？够，好好好。我还需要什么海鲜？我想放蛤蜊，好不好买？蛤蜊，要吗？蛤蜊可以放在汤里面，蛤蜊汤就是蛤蜊可以，还有卖吗？那一斤多少？一斤大概几颗？太难算了吧，它怎么淹没？有20颗吗？差不多，就可以买个一斤哎，就是汤里面不用多，但是还是你们想要吃瓜炒蛤蜊也可以，我也超爱吃瓜炒蛤蜊，好一斤。我想问这边的菜。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要吃的啊？特别推荐都可以去别的地方的这个。这什么？那个青花笋。哦，青花笋。这个芥蓝花苗。芥蓝花。芥蓝花苗。哦，芥蓝花苗。要放的也 OK。我们先拿那个，我们要高丽菜。我想说，先把我们主要一定要买的先挑好之后。剩下这种就是点缀的，或是板娘推荐的，我们就可以买一点点这样。但芥蓝菜是不是有些人会不喜欢？所以我说我们主要还是把我们先想好的先买起来。高丽菜要一颗半颗，半颗。红萝卜一颗，一根。
啊，龙须菜好吃吗？龙须菜用烫的也 OK。用烫的哟。如果你们上山不容易不好吃，一定哎，就用烫的。哦，就今天大家都吃水煮餐，这种可是不是可以加到炖饭里面？这个就这样子，你放一烫，放一烫沙拉或者酱油膏就好，但是要拉一拉。哦，要拉一拉。这个地方别的地方很难买到的，说像这个，这样都可以吃。你说这里都可以吃，从这后面这边摘过来，对，啊卷卷的菜你必须要拉掉。哦，所以像这个，这个就需要拉掉。这个那可以吃。哎，那不怎么分卷卷的？这样，这里。哦，这个不能，哦，这种不能吃。对啦，这个好可爱哦。你会给拿好了。哦。这边把丝撕掉。哦，这样撕掉就好了。对 ，OK， 好，全部这样。对，哇哇哇，蔬菜富翁哎，我们是蔬菜富翁，我第一次人生买这么多菜。我妈又变团扇妈妈了，为什么我一直离不开这个角色？太够这边了，这个不太会，这是吃没了之后。对。还有这个，超好吃的！这边真的是各种古早味的地方哎，这都是新竹小菜必备。好少地方可以看到这个哦，盐巴一包，糖一包，然后胡椒，它都是这么大包的。对呀，哇，好大包哦！哪有很大包啊？你去超商的话，根本。公斤哎，秀哥短袜好不好？好，一斤的，这个很便宜啊。好。哎。对呀。这里有小罐的泡剂吗？泡剂有，树脂。对。我用很小罐哎，很好很好。对呀，做小罐。好。我帮你煮一罐汤。好好好。一个蒸鱼超好吃的。那我没有买鱼。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AKB 到底多会吧。我们就两天一夜而已，他给我买多少？我们来看一下。甚至不到两天，我们就一天一夜而已，明天早上就要回程了。仅代表李家姐妹，不代表全体 AKB， 不好意思。对，李家姐妹，我就为你们买这么多零食，吃得完吗？怕大家饿到。哦，对了，也是。我还想说这么多人。对啊，我想刚有说那个有人喜欢吃，可是明轩啊，明轩喜欢吃，可是那些大人们大概这一半边都不会想吃吧？应该是明轩啊，他们是吃咸的，是不是？对啊，男生吃咸的吧，下酒菜啊那种。哦，没有买土豆啊，你们应该买那个花生下酒菜，鱿鱼酒吗？对，然后全部都是你们吃的这样。筷子。我跟你们说，我超级会烤棉花糖，因为我最近在家，我都用竹筷，然后插那个棉花糖在瓦斯炉上面烤。哦，我超会烤。那靠你了，今天晚上。那今天就你烤给大家吃、啊。加油！一定要放在。对，就看他们多会买啊！全部吃啊！好棒啊！一起吃吧，一起吃。哎、欸，我们介绍一下，我买了这个。好，你们还有一盒在哪里？开箱一下。浊酒煎糖，这个。它是那萤火虫之墓的糖。啊，我想来看萤火。对，来萤火，大家应该要吃的。这是个杯子。它是。你在萤火虫之墓？不是啦，就是只是萤火虫之墓，就是应景一下。对，应景。单纯。就是因为萤火虫。那我们想要。买综合哦，鱿鱼头花呢？对呀、啊，最爱。最爱。那我们先好，谢谢。对啦，我们鱿鱼头花五个。片菜的。香菇丸好吃哦、喔。那香菇丸、杏鲍菇的来五个好了。会不会太多？别几把了。啊？对对对，加在一起就好了。好。芹菜一颗，翡翠一颗，看谁吃到。然后这边有腌好的肉片，哦，这肉片
片，这里咸猪肉片有两片，这里面有两片是吗？是的，哇，很够，很够，直接料理就可以。对啊，你直接下去烤，不用加热水，对，什么都不用，只会把那个面条压缩，直接烤就可以。好，这个每一个都一样吗？对，它有大小，我们要手工切的，对。我们好像不用那么大，对，好像都差不多，都蛮大的，都蛮大的，大概几片？我们大概七人，七人其实那我觉得这一包就够了。对对对，会搭配这种其他的。会。好，可以只称，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我要腰果50块这样可以。可以啊，可以啊。那五十块的量大概是多少啊？还是30个？10块量是这边的，因为我们想要。10块量会多那里啊？哦，没关系，因为我们想要就是综合的。我们要加在优格里面。好。还米好像有点多哎，太多了，还是50好了。哇，吃不完也好浪费。对。你们要煎菜包人的话，对，我们要菜包人，可以耶，可以耶。哎，他感觉很厉害，一颗一颗的，对，很饱满。稍微泡一下水。先稍微泡过水。泡20几分。好，20几分。然后把它拧开。我们两个脑袋记得住吗？不要太平寒了。好，刚泡20几分。20几分，好。好。然后蛋打下去。嗯。微微一点酱油膏。啊，我也没有酱油膏，微微一点，这样比较香。哎，早餐的酱油膏我留着吗？不需要用那个，平底锅煎就可以。好，平底锅煎。哎，那菜不要先炒过吗？哎，不用，你如果跟饭打一起，跟打一起就不用了。对对对，好好好。啊，当然也是有人先炒过的，都可以。我是觉得你有加酱油膏下去了，然后平底锅煎就很香。哦，好 ，OK。那这个我们大概是7人份的菜锅呢，这样。7人份。对。这样菜够要多少呢？感觉这样会吃量，那也不用到7人份了嘛，那么多菜。那5人份好了，抓5。感觉那样就够，那样可以，够，我们不能浪费食材。好，因为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我们是厨房组，就是我们要去露营。然后我们明天的早餐呢，所有的生菜必须要在这边完成。你要去哪里露营？我们要去阿里山。找好了吗？找好了。哦，真的。对。然后我们的那个食材就是我们三个要准备。哦、okay。所以我们要准备7人份的早餐需要用的蔬菜。哦，其实我跟你说。露营最棒，我们有很多客人去，都会带我们的生菜去露营。哦，对，然后最简单的就是你烤肉片，对，然后夹，然后夹在生菜里面就很好吃了。这个完全都可以生吃的嘛，对不对？对，我们菜你稍微用饮用水冲一下，嗯，然后有那个甩水器有没有？把它甩干，我们只能人工了，或者是用那个厨房纸巾稍微擦一下。好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你可以教我们要怎么拔吗？是拔的吗？好啊。好，那我们等一下要采的就是这个火焰莴苣。哎、欸，这比较像火焰，火焰，这比较像火焰啊。火焰也有红的，但是我们没有种红的。哦，所以它红的会很像那个的确。哎、欸，这很漂亮哎。对，很漂亮。但这种没有毒的有机的蔬菜，看起来这种光泽度真的不一样。对，而且吃起来会不一样哦。真的、哦。嗯。要怎么摘呢？我教你们。好，再等一下还要这个奶油莴苣这样。这边好漂亮哦。我喜欢吃这种，这个就是拿来夹肉非常棒。对对对，对，感觉好甜哎。就这样子把它刷开，就这样。然后海绵稍微把水挤掉一下，然后根啊，就把它拧掉放在这里。它有一些不好的叶子，把它拿掉掉。那海绵留着吗？海绵留着哦。嗯，所以它还是活着哦。哇，嗯，哇塞，一般我们要吃的前一刻。都还活着。对，都还活着。对，我们要亲手把它杀了。可以。对，就是这样子。对，然后把海绵稍微水挤掉，哎，好疗愈哦，这样吗？把海绵挤掉，对，然后要不然包起来都是水的重量，然后再把根挺掉，挺掉，切开了，然后把这个不好的叶子拿掉，黄黄的拔掉，对，哎，好疗愈哦，这个要拔吗？要，安得喝啊，噔，哇。你们平常自己在种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疗愈？会啊，就像那个苗那么小，然后看它慢慢长大，一走进来看到绿油油一片，心情就很好。而且你看，你竟然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种绿色植物，你就会突然忘记现在很热这件事。像我进来，我现在进来之后，我没有觉得很热啊，我还是觉得好热。那你快晒吧。
看它有留那个透气孔。对，这个是特别这样子让它透气的，特殊包装。对，那甩一下，甩一下，对，然后把黑色拉出来，因为生菜很怕潮湿，它叶子会受潮。那我想要问一个小尝试，是就是我们通常菜买回家呀，嗯，比如说我一次要买五天份的量好，可是我一定不会那么快煮完嘛，对。那到底这些菜回家之后要怎么样保鲜？因为像我看网络有人说，就是有人说我们用那个厨房纸巾，嗯，然后什么沾水包住什么的，这些是对的吗？嗯，我会建议就是像我们这样子一袋买回去，对，你就直接在外面包一层报纸。哦，然后包括包装，包括包装不要拿出来，直接包一层报纸，然后放在那个我们冰箱都有那个抽屉，蔬果的抽屉，放在那个蔬果的抽屉。那以我们的菜来讲，一个礼拜没有问题。哦，所以不要先洗，对不对？不要先洗，不要先洗，要吃的时候再洗。对，你要吃几片拔几片再洗就好了。好好好，学起来了。我打来洗，在这里先纳凉一下。那我们可以也进去。缩毛孔可以，好像把电风扇，这里有电风扇，我先进去喽。对，等一下，还要预冷一下，好好，预冷。对对，要让它热上冷缩。对对。那个草莓的，今天会不会等下秋萍他们回来了？看我们在这边，爽吃。对啊，他们要去煮菜。对啊。秋萍不用哎，他回来也可以耍废。我觉得我最近，我这个都市小孩做了很多踏出都市的都市圈的舒适圈吧，踏出舒适圈的一些挑战。上次去爬山，然后今天来露营。全组刚刚说，很多虫虫。隔壁组的零食不要吃太饱哦。我们千辛万苦汗流浃背买完食材，如果晚餐吃不下会生气。正在开拍啊！为什么我们这里这么安静？我们这里怎么可以这么安静啊？啊？不是应该要蹦迪起来吗？那位在卖蹦迪的蹦迪，蹦起来啊！要进去吗？放进去吗？我跟你讲，下次发我露营的通告，我绝对不会接哦，我绝对不接。我先说，这是最后一次看到我露营了。我吗？太辛苦了啦！你知道我们刚刚做了多少事情吗？然后这边天气真的太热，我们刚刚整个全部就是菜市场跑超多地方，汗流浃背，然后帮大家买食材什么的，然后还去摘那个菜在温室里，然后那个温室大概室内温度45度。我容易吗？我，然后来这两个人在睡觉，哎，我瞬间火整个起来，哎，不是这样吧？上去就是这个角色，为什么要睡觉？没有没有，哎，不是你要用它，我今天是，你下一次就可以跟我一样了。你们真的很夸张哎！哦，我在干嘛？你们在睡觉啊？哦，是。应该要喘息一下吧。对，我连喘，甚至连喘的时间都没有，真的可怜。我可以帮忙了。刚才你想好说你来的时候要访问你什么？来，请问一下那个。不要再活了，我就想回答任何问题。他现在也不想惹他，他现在没有力气讲话。会爆炸！我在快点啊，赶快啦，真的很快天就黑了。做菜，不要吵，闭嘴。Said do us a favor, keep your voice down and monitor your behavior. Be a good girl and don't cause trouble. Well, mama was a strong woman, far from subtle. I'm smart, I got heart, did it on my own from the start. I'm pretty, but I'm gritty. If you go.